要听笛子，拜托，很吵，我已经被客诉了。所以那个员工客诉，有观众客诉说有一位顾客，然后来这边，有位顾客在这边已经扰乱到大家用餐的秩序了。那位顾客叫紫虾，紫虾不要再抖鼻子哦，抖一点正常。涛可可，拜拜。涛可可，拜拜。这一关过烂了，其实可以过更好。涛可可，拜拜。